东西呢？少佐，派出去的武士都被人杀死了，藏宝图也丢失了。我这武器刚刚擦拭干净，可现在又要染上鲜血了。请少佐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把藏宝图夺回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藏宝图去哪儿了？我们在半道遭到一名江湖人士劫杀，藏宝图被他抢走了。一名江湖人士？你们都是老师精心挑选出来，潜伏在大清多年的高手，竟然被他一个人给打败了。这人十分厉害，靠着手里的一把大刀把我们的人都杀了，我只好逃回来给少佐报信。我曾经听姐姐说过，她在大清潜伏的时候就遇到一些江湖人士，其中有一个叫霍元甲，非常难对付。这些江湖人士总有一天我要把他们统统杀光。这一天不会太久，我们的军队很快就会攻打过来，以后这里就是我们的土地，这片土地上所有大清人都会成为我们的奴隶。哼，老师让我来到大清就是为了找回这份藏宝图，你告诉我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份藏宝图？清朝的光绪帝听说联军要出兵攻打京城，准备弃城逃跑，他已经做好逃跑的准备，于是悄悄把大部分财宝藏在了故宫边上一个叫南海的地方。我们买通了太监，画下了这个藏宝图。怪不得老师要派我亲自前来，现在藏宝图丢失，老师一定会怪罪。你们必须想办法赶紧把藏宝图找回来。宫本先生，总算找到你了，把藏宝图交出来吧。我真是低估了你们的本事，没想到你竟然追到这里。这些到底是什么人？他们是大清的御前侍卫。在下禁军首领凌云清，奉皇命寻回藏宝图。我们大清政府并不想与东洋人结仇，若是你们不交出藏宝图，一个也别想活着离开。我们却不会放过你们。这里的每一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每个活着的人都会属于我们大日本帝国，还是去死吧。战斗下去吗？我还会再回来的。霍元甲，王五兄弟，好酒量。你倒是不客气，也不怕我在酒里下毒？你若是下了毒，霍师傅在这天津还怎么立足啊？习武之人比武切磋是很正常的。王武兄说得好，习武之人要以武德为上，有武无德一定心毒手狠，仗势欺人，身上所学用来害人而非救人，对不起功夫二字。好，霍师傅，就冲这句话我敬你一杯。有的喝你就多喝一点，省得等会儿输得太难看，没脸再跟我们一起喝酒。霍元甲，我敬你一碗。不敢不敢，王五兄，你比我年长，应该我敬你才对。我
敬你。要我说啊，你们二位就不要互相推让了。来，这杯酒我来敬二位。哎，晋孙这碗酒我干了。来，好，难得打得这么尽兴，这杯酒我也干了。来，就是他。今天的酒馆可真是热闹，霍师傅。你不必紧张，他们应该是来找我的。王五兄，多加小心。放心吧，就几个喽啰，我轻轻松松就对付了。你们几个一起上吧。说，谁派你们来的？你已经惹了大麻烦，要想活命，把东西交出来。什么东西？一个你从死人身上拿到的东西。我从死人身上拿走的只有命，而你很快就会成为下一个。那个东西不属于你，你不交出来只会招来杀身之祸。今天就算你杀光我们，还会有无尽的杀手找上门，直到你交出来为止。为什么认定是我拿的？快给我们说，这里面到底是什么？说。龙俊孙，放下这个人，这件事情和你没有关系。你是谁？你怎么会认识我？我就是何芝的妹妹，樱花。啊，原来你是何芝的妹妹。我们日本帝国的武士，不管是活着还是死去，都效忠于日本天皇。这个人和你无关，把他交给我。我不能把他交给你。这个人身上有我想要的东西，把他交给我。不可能。他和你到底什么关系？你为什么要一直护着他？他是袁家的结拜大哥，也就是我的生死兄弟。作为兄弟，我不能不讲义气。为了义气，你可以连命都不要。龙公子，如果你非要多管闲事，那我可就不客气了。你要的东西，在我身上，有本事就来拿。究竟什么人？知道的越多，死的越早。
王大哥，没事吧？阿福，不要！龙公子，我不想杀你，你不要逼我。我就是死，也不会让你伤害我的兄弟。表哥，你没事吧？你就是刘令宇吧？原来你就是那个和我姐姐抢霍元甲的女人。只可惜你费尽心机，最后还是没有得到霍元甲。就跟我姐姐说的一样，你这种女人根本不会有男人喜欢。你姐姐是谁？她是何池的妹妹。原来是那个东洋女人的妹妹。呸！不要脸！你以为我和那个下贱女人一样？不许你侮辱我的姐姐！快把东西还给我！这究竟是什么东西，让你这么紧张？东西就在这里，有本事自己过来拿。住手！今天算你命大，下次我不会放过你们的。霍师傅，我来救你。这样缠住他们就够了。哎，不好，有情况，有人留下血掌印作为标记。那我们快去救他们。这样，我去找他们。大八脸，你马上去镖局带兄弟们来接应。好。徐姑娘，你快去报官。好。哎，这个小院好像没有人。这里明显有个打斗。是谁杀了他？他就是给我脱镖的人。会是什么人杀的？这里有一张布条。王五来时到西屋取银子，我们去西屋看看。你们是什么人？我们是脱镖人，在这里找大刀王五拿货。在下就是大刀王五。货物呢？又被东洋人抢走了。什么？据我所知，你杀了东洋人，并且夺走了货物，现在你去告诉我们货物被东洋人抢走了，我看你是想私吞货物。你不相信，我也没办法。那个东西不属于你，你拿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会带来麻烦。那我怀疑，这些东西也不属于你们吧？你们到底是什么人？我们是脱镖人，你只管完成自己的任务，其他的事情最好不要多管，否则你会丧命。我今天非要知道你们的来路。我看你是想找死，你弄丢了我们的货物，我们今天
霍元甲，我管的不是闲事。霍元甲，你是霍元甲？你认识我？我不仅认识你，我还很佩服你。你初到天津，火烧妓院马三，又杀了码头陈大，我们就一直在暗中观察你。后来你血战骷髅岛，杀死了王德信，追回失踪国宝。再后来，你又打败了三大镖局，改变了金门的镖局市场。你没有让我们失望。你怎么会知道这些？我们是革命党。原来你们是革命党，你们到天津有什么目的？我们得到一个消息，有人把藏宝图卖给了东洋人，于是我们雇佣大刀王五去截获藏宝图。第一是不能让国家财产流落到东洋人手里，第二是拿到这笔资金支持革命。草席下面的尸体是怎么回事？他们是接头人，是东洋人杀的。藏宝图是从我手里丢的，我一定会追回来。这件东西事关重大，我可以帮你们对付东洋人，夺回藏宝图。死了个何知，又来了个樱花，东洋人果然是虎视眈眈啊！东洋人上次抢宝失败，肯定不甘心。这个樱花也不是一般人物，我们要加强防备。饭馆里袭击王五的人就是他们。阿福，哎，去叫大八脸，带几个镖局的兄弟过来一趟。好。少爷，来。袁家，你找我来有什么事啊？各位兄弟，我希望你们帮我找出在天津所有东洋人的下落，尤其是一个东洋女人，她叫樱花。东洋女人？这个东洋女人，其实你也应该知道，她是何芝的妹妹。原来如此啊！我们大清丢失了一件宝物，这个宝物被这个叫樱花的女人给抢走了。我需要你们尽快找出这个东洋人，拿回国宝。行，我们马上去打探。走。您怎么现在才回来啊？我跟你们说了多少回了，天津城不安全，不要在外边乱跑。刘伯父，你这么紧张，是不是马上就要开战了？我刚得到消息，八国联军在天亮之前就要发起进攻，我们得马上撤离天津，赶往六盘山。你们俩去准备一下，马上出发。爹，我发现了一个重要情报。什么重要情报？比我们撤离天津还重要吗？爹，你先听我说，我们发现的是一张紫禁城的藏宝图。什么藏宝图？这张藏宝图上标记着皇宫里所有宝物的位置，它的价值可以超过一个日本岛。你们从哪儿拿的藏宝图？是我们从东洋人手里抢过来的。东洋人？这到底怎么回事？刘伯父，你听我说，八国联军要进攻京城的消息传开之后，皇上和太后准备撤离，但是宫中的宝物众多，根本没有办法全部带走，所以他们就找了一个隐蔽的地方藏起来，并画下这张藏宝图，准备等战事平复之后再回来寻宝。但是这个消息不知道怎么着被日本人给知道了，日本人就派来奸细去宫中偷出了这张藏宝图。但是这个藏宝图现在在我们手里，我觉得日本人不会善罢甘休，很快会追杀过来，咱们得小心。一定要找到藏宝图，有人碍事，格杀勿论。是。这个东洋女人应该就是樱花。阿福，你马上回去告诉袁家，说发现了樱花下落。好。哎，那你呢？我先过去看看，不能让他们跑了。那你可得小心啊。嗯。这么说，这张藏宝图是从宫中流出来的，这问题可就大了。爹，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办法保护这张藏宝图，绝不能让东洋人把藏宝图拿走。事情没有这么简单，藏宝图标的是宫中藏宝的地方，不光东洋人想得到，八国联军马上就要打过来，一旦藏宝图的消息扩散出去，那麻烦可就大了，会引起轩然大波，到时候我们都会有生命危险呢。刘大人，你找下官有什么吩咐？傅大人，八国联军马上就要开始进攻天津了。刘大人，下官决心与天津共存亡。皇上不是要你捐躯，是要我们撤到安全地带藏起来。皇上真是体察民情啊。
但现在发生了点意外，你知不知道藏宝图的事儿啊？哎，知道，属下正在调查此事。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下官本想追查到藏宝图，再来禀告大人。来人，另外去通知冯九，马上撤离天津，让护卫的人赶紧过来。是。封锁所有出口，不要让任何人有机会出去求救。少佐放心，今天连一只苍蝇也别想飞出去。拿到藏宝图之后，把刘汝骥家里人全部杀光。少佐，藏宝图就在里面。杀进去。来人，快来人！刘大人，快来人啊！哎呦，人头公子啊，徐姑娘，冤家，徐姑娘，金孙，请坐。哎，请坐。哎，霍师傅，今天我来找你是代表我舅舅，想要你到府上商量大事。你的舅舅是哪位？我舅舅是青龙帮帮主，他刚不久从南方到天津，听闻了霍师傅的很多英勇事迹之后，十分佩服。我第一次在徐姑娘家见到冯帮主的时候，他听到霍元甲三个字，就非常希望有机会和你结交为好朋友。对，舅舅知道霍师傅为人侠义，现在大敌当前，国难当头，希望霍师傅能和他一起共商大业。霍某实在不敢当，多谢冯帮主抬举。既然冯帮主有心救国，那青帮又是天津第一大帮，那我就随你们一同去见冯帮主。哎，冤家，我也跟你们一块去。我早就听说了这个青帮的龙头冯九爷英明神武，不是一般人啊，我也早想见见了啊。再说了，这个救国救民的事儿怎么能少得了我袁浩呢？好，你别说了，我带你一块去。哎呀，好好好。哎，好，嗯，哎，走吧。哎，走走。冤家，青帮虽然是大帮，但在江湖上很多见不了光的事情都与他们有关，而且冯九能当上龙头，他一定是个狠毒之人，这次突然找你定有所图，你一定要小心啊。放心吧，我会保护好自己，别担心了，我去去就回。刘大人，这里太危险，快躲一躲。坚持住，冤家马上到。冯九爷，幸会幸会。请。霍师傅，洋人马上就要进宫了，天津的官府衙门都要撤退，他们现在就走，但是要有人护送。青帮虽然是帮会，但是国家利益始终是第一。我这次从南方过来，就是为了要保护刘汝骥刘大人。之前的几次拳赛都是我组织的，目的就是为了给刘大人选拔护卫，我通过擂台比赛选定了霍师傅作为护送。冯帮主，那请问为什么不用清兵来护送呢？部队打仗可以，护送官员不行，只是架势。现在有八支军队攻打大清，形势十分复杂，刘汝骥要是出问题，天津城就真的沦陷了。
刘大人安全就是天津政府不倒，所有的军队百姓都会大涨志气。我已经跟了你们一路了，这次你们跑不掉了。不管是谁，结果都一样，都是自寻死路。滚！快把藏宝图带走！藏宝图交出来！凌云，你醒醒啊！林小姐，你不能死啊！刘小姐，小左，我来解决这个碍事的家伙。会在这儿遇见你。这件东西你们根本拿不走，那有本事你就自己来拿吧。小心！霍师傅，你救救他。霍木头，你终于来了，日本人呢？让他们跑了。那藏宝图，刘姑娘，这件事交给我，你不用担心。大人，啊，我们深夜赶来，是为了护送大人马上出城。八国联军已经兵临城下。人家，人家，霍木头，外面是什么声音？是炮火声。我们马上离开天津，前往六盘山。霍师傅，这一路上，请你务必保护刘大人周全。为了天津，为了百姓，我一定竭尽全力。藏宝图呢？你来晚了，藏宝图被东洋人抢走了。我们又来晚了一步。傅大人，藏宝图事关重大，你一定要想办法找到，好好的协助寻找。下官明白。走，我们现在去追东洋人。大家准备一下，我们现在就要启程。大宝脸，你保护大家，带大家先走。我要回趟镖局，芷兰和孩子还在镖局等着我。不行，来不及了。霍元甲，洋人的炮火已经打到眼前，你现在不能走。你要是走了，谁来保护刘大人？刘大人要是死了，天津城就乱了。元昊，你代替我回趟镖局，告诉芷兰带着孩子还有其他的镖师们，赶紧离开天津，回小南河村等我。好嘞，元甲，那我去了啊。你们都小心点。我们走。霍联军打进来了，我们该怎么办？霍师傅，您慌了，怎么找不到霍师傅？哼，霍师傅可能早就跑掉了。你这怎么说话的？不会的，不会的，怎么会呢？大家不要慌张，霍元甲他有急事，现在这儿由我做主。八国联军打进天津，老百姓都跑了，我们该怎么办？我们也逃命去吧，留在这里一定会被洋人的炮火轰死。少夫人，我们还是早做决断吧，要不先离开天津城，晚上就出不去了。你们谁都可以走，但我要留下来等元甲。
师傅们，再等等，再等等啊！龙公子，现在外面已经打起来了，我们该怎么办？别怕，会保护你的。现在到处都是炮火和军队，我们出去随时可能会没命，我们不能出去。徐府在天津城是个大宅子，联军的掠夺者一定会来这里搜刮。现在我们马上离开这里，不然的话一定会成为他们的俘虏。可外面现在兵荒马乱的，我们能去哪儿啊？这样吧，先去我的药局，那里地方小，不容易引起他们的注意。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杨斌发现我们，快走！徐姑娘，徐姑娘，一定就在附近，你们往这边追，你们跟我走。报告长官，这边没有。报告长官，这边也没有。嘘，我们继续往前追。放开我！他们走了，咱们赶紧离开这儿吧。不行，我要找龙剑孙。这什么时候了，你还找他？这时候还是各自保命吧。不行，我一定要找到龙公子。徐姑娘，你现在很危险。父亲，你没事吧？你在我身边，我就不害怕了。哎，看见没？要不是我刚救了他，你们俩现在都天各一方了。你们应该怎么感激我啊？云浩，别说这么多了，赶快回去。等一下，我想先去报社看看。里面还有很多资料没搬出来，要是被砸了怎么办？哎呀，徐姑娘，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去报社？洋人都进城了，报社肯定被查封了。对了，云浩，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啊？哎，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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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光顾着救您了。袁甲跟那个谁护送刘大人出城了，让我回镖局通知嫂夫人跟阿福呢。快走快走，快回镖局。走，赶紧回镖局。少佐，少佐。少佐，看到你活着回来真是太好了，我还以为霍元甲已经要了你的命。你是不是特别希望我被霍元甲杀掉，然后你好取代我的位置？不不不，我是担心你啊。担心我？担心我你还在那么危急的时刻丢下我自己逃命？老师交代的任务是让我们拿到藏宝图，为了完成老师的任务，这比什么都重要。你不应该质问我，而是应该庆祝我的成功。现在等到八国联军打进京城，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个藏宝图把所有的宝藏都运回国内，这等于拿走了半个大清的财富，也等于我们日本人在这次行动中是最大的赢家，其他人只是替日本人打仗罢了。藏宝图在哪儿？给我看看。少佐，这就是我们抢到的藏宝图，为了得到它，再多的付出都是值得的。你们费尽心机，也休想再走藏宝图！又是你，上回没有杀了你，你还不赶紧逃命，又回来找死！把藏宝图交出来！八国联军已经打进天津城，
你不如跪下投降，也许我们还能给你机会，让你为天皇陛下效命。我大清现在虽然国弱积贫，无力抵抗联军的进攻，但是我中华那热血还在，头可断血可流，我们是绝不会向东洋人投降的。不识好歹的东西，那我就成全你。真是废物。少佐，你还不出手，完不成老师的任务，我们都会被责罚。你的功夫不错，我给你一次机会，赶紧投降，效忠我们日本帝国。我不会给东洋人当走狗，要杀就动手吧。你的忠心简直愚不可及，你们皇帝都已经逃命了，你还在为谁效忠？你们这帮东洋人，整天跟个缩头龟一样，总算是找到你们了。王五，上次你杀了我们几个手下，还抢走了藏宝图，这次你可没那么幸运了。上次王五杀得不过瘾，这次要把你们东洋人彻底清理干净。就你，好大的口气，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不过我要提醒你们的是，这片土地马上就要被八国联军占领了，你们才是真正要被清理出去的俘虏。八国联军又怎么样？我大刀王五收拾完你们这帮东洋人，再去把八国联军全部杀光。不要管我，拿着藏宝图快走。洋鬼子来了，兄弟们做好准备，谁敢闯进来就把他们全部消灭。哎，快这边，快！阿福，这是干什么？少夫人，外面人要闯进来，可能是洋鬼子要打进来，不像是坏人啊。你怎么知道？他们的动作是悄悄的，不像是洋鬼子。我去看看啊。外面是谁啊？阿福，是我们，快把门打开！哎，是农公子。开门。哎。快快快！龙公子，芷兰，龙公子，见到你们真是太好了，刚以为是洋鬼子，差点把你们给杀掉。洋兵很快打过来，我们马上离开。外面什么情况？八国联军已经破城，洋兵到处抢掠，杀人放火，天津城已经不能再待了。对呀，现在街上到处都是死人，我都差点没命，天津现在就是人间地狱。芷兰，我们得赶紧离开这儿。等等，霍元甲呢？他们护送刘大人先撤走了。元甲让我通知大家去小南河村先躲避一下。八国联军的军队太残暴，我们必须尽快离开。阿福，通知所有弟兄，我们马上撤离。好。开门！开门！开门！杀人的恶魔来了！龙少爷、元昊，我们把他们杀掉，替外面死去的百姓报仇。小少爷还在屋里。东征，走。狡猾的洋鬼子竟然从后门闯了进来。
你们快走！龙帅，芷兰走啊！你快走，快走，快点！芷兰姐，明显有背刃，还带着火枪。如果现在叫人冲出去，就成了他们的活靶子。我们先退到密林躲起来。我看呐，是你霍元甲做贼心虚了吧？担心你的诡计被我拆穿。我早就觉得你不可信。我觉得霍元甲说的对，敌在明，我在暗，咱们还是先躲起来，再想办法。盯紧霍元甲，别让他跑了。是，九爷。是洋鬼子在追杀朝廷的军队，从两边包抄过去，小心他们手中的枪。天津逃出的士兵，我们是守城的士兵，八国联军一打到城门口，
守城的将军就带着钱财逃跑了，我们也跟着逃了出来。天津现在是什么情况？天津城被八国联军全部占领了。袁家你别担心，以芷兰姐姐的武功一定可以保护好自己。那现在前面是什么情况？路被洋人全部封死了，现在附近全部是洋鬼子，洋鬼子现在到处追着逃兵，我们逃出来决定上山，先找个地方避一避。袁家我们怎么办？九爷，你和大家找个安全的地方藏起来，我和大巴里过去看看。好好。凌云，你给我回来！刘姑娘，你和九爷保护好刘大人。袁公子，请您保护好刘姑娘。好好。不许去！爹，霍元甲一直在帮助我们，我们不能弃他于不顾。大人放心，我马上安排。刘坤，你带几个兄弟下山去支援霍元甲。是，九爷。记住，不要恋战，避免不必要的伤亡。嗯，兄弟们，跟我走。站！不是洋人，果然不是洋人，我是被他们抓来当翻译的，杀了这个叛国贼。慢着，这是耻辱，我什么都告诉你，别杀我。我不杀你不是因为我原谅了你，任何时候背叛祖宗都是罪不可赦。快跑吧，要不然洋鬼子的大部队一到，你们就走投无路了。他们来这里干什么？你们身上有件东西是他们需要的，据说这件东西非常重要，一旦追上你们就把你们消灭。在我们身上藏有什么东西？这件东西也许刘汝骥最清楚，洋鬼子说只要抓到刘汝骥就能找到这件东西。他们怎么知道我们的行踪？就在你们之间有他们的内奸。刘坤，你干什么？干什么？
杀了你这假洋鬼子的走狗。你别杀我。我说过我不是真心跟他们干的。这个时候谁信你是真的假的呀？不过我可以让你见识一下跟我们青帮作对的下场。刘奎，你为什么杀他？不杀他，到时候大部队过来我们谁也走不了。刘奎，他马上就要说出我们中间的奸细是谁，你这个时候杀了他究竟是什么意思？我看你小子想的太多了吧。霍元甲，我们这是在什么地方？盘山白灵谷。我非常感谢你这次能赤胆忠心不遗余力地保护我。只要有我霍某在，誓死也会保证大人的安全。来，大人，这您还是先收起来吧。霍元甲，我的命可就在你手里了。在我的心里，大人代表着清政府，保护大人就是保护政府，我们大清不能任人欺负。九爷，霍元甲，你看到了，刘大人是如此的信任你，你可不能有二心啊！犯了错可是有杀头之罪的。我不明白你这话什么意思。我们一路保护刘大人，难道做的还不够吗？保护刘大人到安全的地方是你的任务。你这么怕我们给你们带进沟里，就别跟着我们，你自己走啊！少他娘废话！再废话，我就让你葬身于此。这一路我已经忍你很久了，你是不是赶路赶得皮又紧了，想找人跟你松动松动是吧？就你这小身板也敢跟你刘奎爷爷叫板？来啊，老子今天就杀了你。别吵了，你们俩先冷静冷静，都少说两句。怎么着，上啊？怕了？早知道得罪不起我们青帮，就给我老老实实的夹着尾巴做人。放你娘的狗屁，杀人不眨眼的水匪老窝我们都敢端了，你们区区一个青帮我们根本就不放在眼里，要不是为了镖局的兄弟，你们算个什么东西？大马领，刘奎，少惹事，耽误了大事，小心你的脑袋。霍元甲，我知道你是一条好汉，我们大家都依赖你。现在离山东还有多远？没多远了，我们再走几步应该就可以看到了。可是这深渊我们该如何过去？糟了，是打前阵的徐彪，是他们。我们快走。徐彪师，徐彪师，九爷，快四处看看，寻找徐彪师的下落。好，徐彪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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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将，没有发现半点线索，再到其他地方找找看。救命啊！元将，你看，九爷，大不脸，赶快把他救上来。好，徐彪师坚持住。徐彪师，看来那些洋人已经袭击过这里了，他们应该暂时不会来这儿了。你想要什么？把藏宝图交给我。你也想得到那些宝物？我想要那些宝物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救百姓苍生。说得好听，你想怎么救？把它交给义和团，用这笔钱鼓励义和团的斗志，迅速壮大义和团。这些宝物是属于皇宫的，我必须把藏宝图带回去交给皇上。你错了，这些宝物不属于皇上，这些宝物都是皇权贵族手里搜刮来的，民脂民膏。识君之路，忠君之事，你们义和团的事我可以不管，但是藏宝图绝不可以交给你。你要是这么说就别怪我不客气。二位杨老爷，求求你们放了我们吧，我们啊都是普通的老百姓，这样
你们放了我们，我家里有很多的金银财宝，你们想要什么我就给你们什么，怎么样？老爷，我们今天会不会就死在这里呀？死都是小事儿，这些洋人一个个都是衣冠禽兽，凶残至极，我怕你们这些人都逃不出他们。哎，这是老子关别人的地方，现在老子被他们洋鬼子给关了起来。洋鬼子敢伤害我家人，我出去以后一个也饶不了他们。你已经出手了，我不会趁人之危的。就这点伤不算什么，来呀！我劝你还是等伤好了之后再说吧。这巷里怎么有声音？李大人，李大人，看在咱们两个共同为王爷办差的份上，你还是保护我们逃出天津吧。我现在马上就要回京城，你们跟我一起走。哎，快快快走！快，快走！小心，有士兵过来了。往这边走。完了，这大清国要完了！你说，这么一个厉害的大清国，就这么被洋鬼子给灭了？他们是不是要做大清国的皇帝啊？国家破灭，大清腐败无能，而我们国人不敢反抗，才导致洋人这么肆无忌惮地凌辱我们国人，抢夺我们的土地，杀害我们的同胞。你说的对，我们一味的软弱和忍让，只能换来大清的屈辱，所以我们必须自强起来，他们才不敢在我们的土地上肆意妄为。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国人的反抗意识会强大起来，就像一头从沉睡中苏醒的狮子，展现出他真正强大的实力。杨平应该过去了，我们走吧。哎，对对，赶紧走，赶紧走。走。来。你不要过来！你要干什么？放开我！不要过来！放开我！徐小姐，放开！放开！龙金丝，龙公子！你醒醒啊，龙公子！龙公子，你没事吧？没事。小心！不要杀我！我投降！我投降！
是要去哪儿？天津城已经大乱，我们打算出去躲一躲。好，我送你们出城。林大人，你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安全，只要我们安全了，你要多少银子我都可以给你。你这贪官不知道累了多少不义之财。那是啊，那可都是王爷赏赐我的。东阳人他们来干什么？傅大人，看来你们得自己逃命了。别这样，我说林大人，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他不是见死不救，而是自身难保，你想活命求他保护你，不如向我们跪地求饶，也许我心情好了还能放你一马。你们到底想干什么？把东西交出来。东西不在我手上，你们已经来晚了。你们中国有句老话叫不见棺材不落泪，看来我不教训你一下，你是不会说实话的。老爷，逃跑不把东西交出来，谁都没想离开。你们说的那个东西我确实都没见过呀。要不这样，我家里啊有的是金银财宝，你们想要什么我就给你们什么。你从百姓身上榨取的那些财宝打动不了我们，我要的是这个国家的全部财富。那我可是没有啊。要不是你还有价值，现在伤的就不是你这条腿了。你就杀了我，也休想拿那藏宝图。把他们给我带走，全都关起来。城门有人把守，我们这样出去肯定是不行的。看来已经来不及了，天津城已经沦陷。依我看，我们还是回镖局为好。对对对，现在也只能这样了。洋人反对我们了，快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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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两个先躲起来，我去引开他们。哎哎，奴公子追站住，快走吧。不行，我要等他回来。再等下去咱们俩都没命了，你们俩只能奈何桥相聚了。快走走徐姑娘，徐大小姐，咱俩还挺有缘分的啊。我跟你有什么缘分？你看咱们几次碰面，这次呢咱们还是不打不相识，这次呢又碰见了。哎，我告诉你啊，你要敢有什么歪心眼，我就……哎，徐大小姐，别呀！我呢，虽然说艳福不浅，可我却没命享受。哎呀，我虽然认识很多美女，可是美女呢，喜欢的都是霍元甲，还不喜欢我。哎，但是霍元甲不一定安全。好了，我们赶紧去找他们吧。哎，外面现在很危险，咱们先喝口水啊，等安全了，咱们再去找他们啊。哎，你还喝什么喝呀？快赶紧找他们呀！大小姐，外面现在很危险。好吧，那我们稍作休息，
但是等安全了，我们一定要找他们。好，好，好，大小姐，我答应你，一定帮你找到他们。但是呢，找到他们以后啊，你可别忘了给我的好处。小二，哎，来喽，来喽，客官，茶来喽，来水啊。两位要找的人是镖局的吧？你怎么知道我们要找的是镖局的人？随便问问。我们找的是三亿镖局的霍元甲。哦，找的人是霍家镖局的霍元甲，我愿意效劳。什么意思啊？霍元甲人在哪儿？你们找霍元甲干什么呀？我们是霍元甲的好朋友，想找他聊点事儿。原来是袁家的朋友啊！哎呀，真是误会。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无能鼠辈，谁和你是一家人？你们到底想干什么？你是谁？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你说。你想知道他是谁呀？袁浩。我说出来可别吓着你们。他可是天津总督大人的千金，你要是杀了他，小心你们脑袋不保。要想活命，就乖乖的回答我的问题。我说，他是龙首镖局徐正恩的千金。冯九和你是什么关系？跟你有关系吗？冯九是他的舅舅。冯九真的是你舅舅？是不是真的？跟你有关系吗？和我是没有关系，但是和你有关系。如果冯九真的是你舅舅，我还可以让你多活几天；如果不是，我现在就杀了你。确实是他舅舅，我说的都是实话，真的是实话。把他们。霍木头，你看那有个山洞。走，我们进去看看。别，这里面不知道有什么危险，咱们还是别进去了。这里地势隐秘，看起来不容易被发现，是个藏身的好地方。可是里面如果有危险，咱们这就是羊入虎口啊！你要是怕有危险，就在这等着。林青，你的这条腿就快要废了，如果你再不说实话，我就会继续折磨你。到时候你的这条腿真的废了，就等着下半生在地上爬。你到底想怎么样？明知故问。藏宝图在哪儿？你已经搜过我了，我身上没有藏宝图。你一定知道它在哪儿。要杀就杀吧，我会在地府等着你们的。行，你不怕死，但是有人怕死。李云清，你再不告诉我藏宝图在哪儿，我就杀了傅大人，还有他所有家人。你愿意看着这些无辜的人因为你而丧命吗？别，千万别杀我，饶了我吧。林大人，你要救我呀！王爷要是知道我死了，他会怪罪你救护不力呀，他会砍了你的脑袋的。把他们放了，他们什么也不知道。放了他们，可以，他们的命就掌握在你的手里。那你告诉我，藏宝图在哪儿？藏宝图，我知道在哪里。你怎么会知道？我知道，林云清拿着一个铁盒子交给了镖局的人。什么镖局？是霍元甲。藏宝图肯定是在霍元甲手里。藏宝图怎么会在霍元甲那儿？林云清是禁卫统领，他负责送藏宝图回京。林云清早就知道你们东洋人不会放过他，所以把这个铁盒子交给了镖局，让他带出城。霍夫人，我这几个兄弟都是我义和团的高手，你们待在镖局，他们会保护你们的安全。王五大哥，农公子跟我们走散了，现在都是洋兵，他们的处境一定很危险。这个你放心，我现在就回去找农继孙他们。少夫人，农公子、徐姑娘还有袁浩他们会不会有危险啊？他们如果脱险，一定会回来找我们。林大人，你怎么也在这儿？完了，彻底麻烦了。
你们的麻烦当然很大，因为我会杀了你们。哎，别杀我，千万别杀我！现在谁也救不了你们。说，霍元甲到底在哪儿？霍元甲，我们也不知道霍元甲在哪儿。我们也跟你们一样，我们也在四处找他。东西是我亲手交给了霍元甲的弟子，如果他们还没有找到，那说明东西还在他那里。你胡说！你为什么要害霍元甲？我说的都是实话。那个林大人说的有可能是对的，东西啊，有可能在镖局里。元昊，少佐，我们要不要去镖局看看？你们两个带路，去霍元甲的镖局。哎，元昊，是元昊他们回来了。元昊，你们怎么回来了？龙锦策和徐慧卿呢？他们，后面是吗？徐姑娘，芷兰姐，霍元甲在哪儿？让他出来。霍元甲到底在哪儿？你是霍元甲的妻子，不可能不知道他在哪儿。如果你不告诉我霍元甲的下落，信不信我现在就杀了他们？哎，你不能杀我啊！我告诉你，我可是霍元甲的兄弟，你要杀了我，不是杀了我们，霍元甲一定会为我们报仇的。再说，你要杀了我，你就找不到你想要的东西了。就你是霍元甲的好兄弟，我看你在他们面前也不过就是一条可以随便丢弃的走狗。哎，你都死到临头了，霍元甲他也没有出现。还有这个霍夫人，她宁愿看着我现在就杀了你们，也不肯说出霍元甲的下落。所以你的死活对他们来说，我看根本毫无意义。而且说不定霍夫人还就想看着我现在就杀了你们。不可能！每次到我都在危险时刻的时候，都是他们出现救我的。对，需要挑拨离间。哎，你要干什么？那我现在就杀了你。我倒要看看他霍元甲会不会马上出现。不，你要杀就杀，哪来那么多废话？不就是死吗？别以为我们会向你求饶，就算霍师傅在这儿，我们也不会向你妥协的。对。小丫头，你以为我在跟你玩游戏吗？你那么想死，你就成全你。我不管你们是什么人，不管你们和霍家有什么恩仇，但是和他们没有关系。放了他们。那你就赶快告诉我霍元甲的下落，要不然就让霍元甲等着给你们收尸吧。自从我跟霍元甲认识到现在，凡是这么对他的人，最后都死得很惨。那是因为他根本没有碰到过真正的对手，所以我的老师才派我来会会他。我估计你的下场也一样。我不管你们有什么事，建议你们见到霍元甲后坐下来慢慢谈，或许会有别的结果。谈有什么好谈的？如果能谈的话，就不会有鸦片战争，也不会有八国联军。战争就是强者对弱者的统治和消灭。你只看到了今天，我不管你是什么人，也不知道你要干什么。我只知道不做好事不得好报。想知道我是什么人？好，那我就告诉你。霍夫人还记得何芝吗？你跟她什么关系？我就是何芝的妹妹樱花。我和我姐姐都是日本帝国的武士，我姐姐没有完成的遗愿，现在由我来替她完成。当日霍元甲不肯接受我姐姐的收服，不愿意为我们日本帝国服务。你们的计划绝对不会成功。霍夫人，你现在到大街上去看一看，满大街都是我们的人，而你们大清的官兵个个都是窝囊废，全都落荒而逃，这座城市马上就要被毁灭。不要小瞧我们中国人的力量。霍夫人，我倒要看看你在你的孩子面前还会不会像现在这样嘴硬。谁敢动？阿福，把东张抱出来。少夫人，这快去。
现在霍夫人，就由你和你儿子来给我做人质，我们一起就等着他霍元甲出现。你休想伤害少夫人和小少爷。对，如果一天之内霍元甲不出现，我就把你们通通杀掉。胖子，放你离开，去给霍元甲报信。少夫人，还不快去！你们真是可笑啊！他这个胖子，他在天津三条道他都能迷路。我元昊就不一样了，我天上知一半，地下全都知。这天津的角角落落我全都知道，天津城的三教九流全都认识我。只有我元昊才有可能找到霍元甲。哎，你就相信我啊！我元昊，你在天津打听打听，都认识我元昊。我不会让你失望的啊！阿福、元昊，你们先走，我们不会有事的。少夫人，嫂子，我很快就会回来救你的，你自己兜不住，快走，快点！徐姑娘呢？我把杨兵引开之后就回来找你们，找不到。出大事儿了！发生什么事了？日本人把少夫人和徐姑娘押为人质，限我们一天时间找到少爷，把他们要的东西交给他们。对，没错，不然要杀了他们呀！是不是樱花？对，就是这个东洋娘们。我们该怎么办呀？元甲现在已经护送刘大人出城，一天之内肯定无法找到他，再回来救人。我刚才看到王武他们过去了，我们先去找王武求救。五哥，现在我们该怎么办？看洋人这架势，大清国已经完了。他们已经踏平了天津城。兄弟们，我们义和团该怎么办？抵抗到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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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政府的无能，一味的无谓退让，我们的国家才会任人欺辱。为什么我们百姓会民不聊生？因为官府贪生怕死。但是我们义和团不怕，兄弟们，我们跟他们拼了！走，方不兄。方不兄，你要带着兄弟们去哪儿？我去杀洋人。杀洋人？洋人是该杀，但我们要从根上唤醒这个国家，不是说杀几个洋人就可以改变。非有志之士所图，国家一日不改变，像傅大人那样的无能贪官和侵占我们国土的洋人，只会多如牛毛，杀之不尽。你这番话说得有道理。对了，你们怎么来了？少夫人和小少爷被东洋人抓了。怎么回事？是霍夫人，你落到今天的地步，有没有后悔嫁给霍元甲？为什么要后悔？这天下所有的女人都爱慕英雄，都想嫁给英雄，可现在这个所谓的英雄连自己的妻儿都保护不了。他一定有更重要的事情。什么事情会比自己的妻子和孩子更重要？这就是你心中所谓的英雄。我爱的从来不是一个英雄，是一个负责任的丈夫。你不要再自欺欺人了。如果他不是英雄，你会爱上他吗？那我跟你说一个故事吧。你说吧，反正我们多的是时间。其实我和霍元甲成亲是因为父母定下的婚约。我的父亲和霍爹是一起闯荡江湖的结拜兄弟，当年我父亲在运镖中被仇人杀害，霍爹为了感谢我爹的救命之恩，把我当作义女嫁给了霍元甲，让他好好照顾我一生。霍爹厌恶江湖仇杀，所以从小就不让霍元甲习武。我们成亲的时候，他还只是一个不会武功的书生。霍元甲不会武功？
母子。作为霍元甲的妻子，死对于我来说早已置之度外。你根本威胁不了我，我也不会让你用我们母子的性命去威胁霍元甲。为了他，你竟然连死都不怕，我现在开始有点敬佩你了。我们先在这个山洞避一避，等外面防守的兵力减弱。这真的是盘山洞了。爹，你知道这里有个盘山洞？早就知道，就是没来过。刘奎，来，刘小姐，咱们这边走。刘小姐，你吓我一跳！看你吓的，你怎么了？我正在看。我觉得这个山洞里边很深，而且应该是别有洞天。我刚才看见里边有一个黑影闪过去了。啊！不可能，里面确实没有东西。我刚才进去看过了。必须确保万无一失，否则刘大人会出现危险。霍元甲，你亲自去看看。也好，那大家在这等着。大不脸，咱们进去看看。这里怎么会有一顶花轿？难道这山洞还有洞房不成？这看似迎亲的红轿子，却连一个抬轿的轿夫都没有。你看，房梁还挂着黑灯笼，闹鬼了！刚才这里面还不是这样的，莫非有人在这里给我们设下陷阱？很有可能。为什么挂这么多红绸子？这是要跟我们唱一出戏吗？是敌人还是朋友？他们究竟是想干什么？挂红绸一定是有别的目的。如果是敌人，那就消灭他们。太古怪了，一进来就感觉阴森森的。你是想嫁男人，想的都疯了。你给我出来！相公，你扯坏了人家的新衣裳，要赔我。就罚你今晚上不准下床，好不好？我不知道你是谁，也不知道你什么目的，但我想你一定搞错了。我们中间没有人想成为你相公。大花轿子就在外面，交杯酒我也准备好了，就等各位相公到来。你们上了大花轿，喝了交杯酒，以后可就是我寡妇洞的男人了。你是什么人？我是这里的主人，黑寡妇。你怎么是这里的主人？说来话长了。不说了，不说了。你到底想干什么？干什么？
陈家，你把她当女人，该出狠手就出狠手。小黑，有人想欺负我，你去帮我收拾他们吧。正好我把它烤了，一会儿给你当下酒菜。还请放过我。天下再难，都与我关。你个老妖婆！我最讨厌别人叫我老妖婆。但是可以去掉中间那个字，可以叫我一声老婆。呸！别做梦了，要我娶你，除非我眼睛瞎了。哦，那我就只有先挖掉你的双眼了。你究竟为什么这么对我？我想要你们身上的一样东西。什么东西？你们的命。我们无冤无仇，为何要我们的命？闯进我的洞府不听我话的人都得死。我们不要再打，我们素不相识，无冤无仇，不是有意打扰，还请见谅。好啊，
那我就让你亲眼见见他们。叫司令，你装什么神，弄什么鬼？冯九爷，你怎么样？他们对你做了什么？哼！要交出来！老妖婆，我今天就杀了你，看你以后还如何祸害男人！你们好凶啊，人家很怕。发生什么事了？其他人呢？刘大人被一群人抢走了，所有的士兵都被杀死了。他们哪去了？就进了那个洞穴。林家，为什么其他人都不见了？又被黑寡妇抓走了。又是这个老妖婆。
你的兄弟已经是我的人了，现在只会乖乖听我的话。你想带他走，他未必会跟你走。老妖怪，你给他下什么药？快把脚给我出来！方九，你醒醒！九爷，对不住了。到底是什么人？你这么做到底什么目的？我就是一个死了丈夫的可怜人。山洞里到底隐藏着什么真相？他们为什么要绑架刘大人？我也想弄清楚。此人疯疯癫癫起。爱情，什么样的爱情会让你杀人？爱情都是残忍。
那我必须得杀了，才能守护住我的爱情。我们并非有意闯入山洞，国家危在旦夕，我们需要团结一致，还希望你们能放下仇恨，大家携手合作，一同击退洋人。我为什么要跟你携手合作？清朝灭亡才好，老子就希望他灭亡。大清朝灭亡，这对你有何好处呢？没什么好处，但好像也没什么坏处。老子就喜欢他灭亡。总之，谁来统治这个国家，都比大清朝好。老子就是要看着大清的每一个王公大臣都死在洋人的屠刀之下。你和大清朝究竟有什么仇？有不共戴天之仇。袁永聘这个人已经失去理智，完全不知害怕。大本领，你没事吧？我没事，皮糙肉厚，我还能跟他战斗到底。九爷，这里太危险，我们先撤。走。我们不能拖太久，你先冲出去，把刘大人救出来，我来解决这个难缠的家伙，然后再进去跟你会合。你一个人太危险了，还有刘奎和冯九，他们随时都会背后捅刀，你要小心他们。但是刘大人更加重要，你先去救他们。黑寡妇这个人，功夫诡异，身份也来历不明，也许就是为了伤害刘大人，绝不能让刘大人出意外。刘奎，救我！他都自身难保了，谁也救不了你。快点拦住他！冯九爷，霍元甲，你赶快灭了这个人，这个人已经成了疯子了。九爷，霍元甲，走吧。啊，走！你都活不了了，还想保护他的安全？你们今天谁都别想活着离开。九爷，快！
凤，别躲了，我知道你一定在附近，别躲在暗处，一直窥视着山洞的一切，别再躲躲藏藏，出来跟我决斗。这么急着想见我，是不是很想我呀？是不是有很多话想对我说呀？刘大人在哪儿？把他放了！上当了吧？义气永远是你们男人的软肋，一旦因此而冲动，你们马上就会失去战斗力，这就是我的武器。老妖婆，你给我滚出来，放开我们。刘小姐，咱们会不会死在这里啊？你很怕死吗？当然怕死了，谁不怕死呢？我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很多理想抱负没有实现，我还没有跟你成亲，还没有跟你生儿育女。不过要是能跟你死在一起，好像也没那么可怕了。这位公子，小女子多有怠慢，请多原谅。你不想死就对了，谁都不想死，对吗？可我也没办法。你为什么要害我们？别着急啊，你这么年轻帅气，我怎么舍得杀你呢？你是不是很喜欢你身边这个凶巴巴的女人呢？当然了，她是我的未婚妻。如果让你在活着和他之间做个选择，你会怎么选？你会选择自己活着，还是选择和他一起死？这什么办法？我不想死啊！但是我也不能放弃对刘小姐的爱。你再给我一个吧。既然你做不出选择，那办法还有一个呢。你说。今晚我就让你们两个入洞房。然后呢，我就杀了你。你为什么总要杀我呀？我这个洞叫做寡妇洞，只有寡妇才能活下来。你娶了这位姑娘，你的人生就没有遗憾了。而这位姑娘她成了寡妇，也可以活下来。怎么样，我这个办法是不是很好啊？你们是不是很感激我呀？我求求你，求你别杀我。怎么了？你不想娶她了吗？不是，我想，但是我不想。老妖婆，我现在不想嫁给他。你不想嫁给他？你想嫁给谁呀？霍元甲吗？我也不想嫁给霍元甲。你撒谎！你爱着霍元甲，可你得不到他。而眼前这位公子，他爱着你，又是你的未婚夫。你不爱他，但你必须要嫁给他。不过别担心，我会帮你杀了他，这样你就不用每天面对一个你不爱的男人。怎么样，是不是很感激我呀？这位公子，我真是替你们的感情感到悲哀啊！为了这样一个不爱你的女人，失去了活命的机会。霍元甲有什么好？我哪点比不上他？我比他更有才华，比他更爱你。你为了霍元甲放弃我？袁克瑞，你别中了这个老妖婆的诡计。老妖婆，再挑拨离间，等我从这里出去，我第一个就杀了你。我给你们时间，你们好好想想吧。主爷，这里是死胡同，我们赶紧撤。看你们还想往哪里躲？这里是什么地方？这里是我的书房。
那这些书全都是你看过的？我可不是一般的杀手，我读过的书比你们都多。我要是去考科举，那就是当今的状元。既然你有如此远大的志向，为何不考取一个功名，而宁愿躲在一个山洞里当一名杀手？我爱着黑寡妇。不对，这不是真正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仇恨。你是因为仇恨所以不去考取功名。你曾说过跟大清有不共戴天之仇，莫非你的父母是被朝廷所害？你猜错了，我父亲他活得好好的，活得很风光。你为什么研究大清皇族的族谱？我研究的是我自己家的家谱。你究竟是什么人？我是纯亲王的私生子。你真的是王爷的孩子？我母亲原本就是王爷府里的丫鬟，王爷始乱终弃，在我母亲怀孕的时候将她赶出了王府。这件事我倒是有所耳闻。王爷的一个丫鬟怀孕不肯堕胎，被王爷赶出家门，让她自生自灭。我母亲生下我以后将我伸进了山洞，她就自杀了。所以我这一辈子的目的就是要找到王爷，要么我杀了他，要么他就得认我这个儿子。你为什么要听命于黑寡妇呢？我从小在这个黑洞里长大，无亲无故，没有人关心我。直到有一天我碰到了黑寡妇，她是如此的关心我。所以你就爱上了她？对，我爱上了她。他让我杀谁我就杀谁，可是他从来不给我机会，所以我要用生命来证明我对他的爱情。你真的跟王爷有血缘，或许我可以帮助你。等我们从这里出去，我一定让你见到王爷。你们能让我见到我爹？但是你要跟我们合作，从黑寡妇那里救出刘汝骥大人。说来说去，原来你们想让我背叛黑寡妇，休想。不是背叛，是化解仇恨。我们想要和平共处，就必须解决矛盾。你帮我们救出刘汝骥大人，我带你去见王爷，大家各取所需。否则只能斗得两败俱伤，对谁也没好处。你永远见不到王爷，而黑寡妇也永远不会爱上你。这个问题我要思考一下，我思考一下。我得和黑寡妇。我爹，好，我跟你们合作，我答应你们，我跟你们合作。小瘦子，我让你杀了他们，你这么快就倒戈，你就是这么爱我的吗？黑寡妇，我对你的爱，任何人都无法动摇。我选择跟霍元甲合作，是想要见到我的亲生父亲。你放心，我绝对不会做出任何伤害你的事情。你是一个私生子，你以为王爷会想见你吗？或许他想亲手宰了你。不可能，糊涂不识字，他绝对不会这么做的。你太天真了，当初他为什么要把你们母子赶出王府，让你们自生自灭？你记住，那些权力高高在上的人，他们心中没有亲情，只有金钱和欲望。你不要被霍元甲他们给骗了，你还是乖乖跟我留在山洞吧。哼，黑寡妇，你要把他当做一个杀人的傀儡，让他一辈子待在山洞里被你所驱使。那是他自愿的，你也可以留在山洞。少跟他废话，老妖婆，言刘奎，你想要什么，我们可以商量。在这个山洞，谁生或谁死，我都没有决定权。好，那你告诉我们，这个山洞谁说了算？我也在等他的到来。他是谁？一个很重要的人士，他可以决定我们所有人的生死。我们无冤无仇，你为什么偏要为难我们呢？你把大巴脸、袁公子、刘姑娘他们藏哪里了？你究竟有什么目的？我的目的，你很快就知道。盟主，您来了。这位就是你说的重要人士。没错，他就是我们的盟主。这位盟主，我们路过这里，
被你的手下绑走了一个对我们非常重要的大人物，希望你高抬贵手，放了这位大人。恐怕我不能答应你们。少在这废话，别敬酒不吃吃罚酒。我出来跟你们谈判，已经是在给你们机会了。你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抓刘大人？我是武林盟主，我在这里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势力，已经占领这里很久了。在这里所有人都必须听我的。那你想干什么？我想你们能放弃保护刘汝骥，把他交给外国人，这样我们大家都可以获得一笔很大的财富，从此也就不再看别人的脸色。这不可能。刘大人是朝廷命官，代表了清政府，也代表了天津的百姓，绝不允许你把他交给洋人。冯九先生也这么认为吗？我们不可能放弃刘大人，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你可以提出任何条件，洋人能给你多少钱我们也能给。大清朝一半的财富你们给得起吗？你究竟是什么人？就是为了从你们手里抢走刘汝骥。你究竟有什么目的？你们想要活命走出山洞，就得放弃那位刘大人，我要把他交给洋人。我不管你有什么目的，想抢走刘大人，你是痴心妄想。好一个江湖义气。这不仅仅是江湖义气。好，说得好。别人也是这么想的吗？我们当然也是这么想的。我是刘大人过命的朋友，刘大人必须安全，谁也别想在我眼皮底下伤他一根毫毛。希望你们真的能做到这一切，我们后会有期。我在山洞待了这么多年，从来就没有见过什么盟主，更别说什么蒙面人。你到底是谁？你觉得我是谁？你是黑寡妇新找的相公，你是来跟我分黑寡妇爱情的。放肆！霍元甲，好好考虑考虑我的建议，否则就给他们收尸吧。黑寡妇，老爷。这边，九爷，这找了半天连个鬼影都没有，他们要不就是跑了，要不就钻地缝里去了。别急，他们对这里很熟悉，肯定不会走远，在没有达到目的之前是不会离开的。连人都找不到，你说怎么办？小兄弟，一定是那个蒙面人挟持了他，一定要把他找回来，我一定要把他救回来。对，杀了蒙面人，救出黑寡妇。对，我一定要杀了蒙面人，不能让他跟别的男人跑了，我要杀了他。我冷却不了，让我冷却不了，冷却不了，我要杀人，我要杀人，我要，我要杀人，我要杀人。九爷，他去哪儿了？不知道，我追回来人就不见了。火元甲，你是不是故意放他走的？我为什么放走他们？自从进了山洞，一切都透着古怪，这些莫名其妙的人一直追杀我们。我现在怀疑你、黑寡妇还有那个神经病，你们是一伙的，你们就是不想让我们离开这个山洞。现在外面正在打仗，而我的家人还被困在天津城内，身处水深火热之中，而我却跟你们在一起困在这里。我为自己的无能为力感到痛苦和愤怒。如果可以，我一定选择离开山洞，回到他们身边。你不能走。霍元甲，你必须找到刘汝骥。如果刘大人出了半点意外，你和你的家人都别想活命。你放心，我答应过要保护刘大人。为了大清，为了百姓，无论如何，我都会找到。